食材往往能烹饪出最美味的美食。小米辣切成段，蒜苔切成段，煮熟的五花肉，红油豆瓣和黄豆酱，大火，油温五成热，下入五花肉，炒至金黄，下入红油豆瓣和黄豆酱，把料炒香。下入小米辣，炒出香味。下入蒜苔，把蒜苔炒黏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